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佛法需要大家的拥护和宣传，才有法度永远的存在于咱这个人世中，更加广快推广，互大家知晓，要得到解脱，唯有殊胜的佛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精进修行解定慧，才有法度从此呢离苦得乐。咱甲讲倒转来，顶回未讲完的舍利弗，智慧第一个舍利弗啊，在当时的僧团中啊，是除了佛陀以外，在僧团内底地位上界尊高的，也受到所有比丘的敬仰甲尊重，因为伊真照顾着孝亲，照顾着晚辈，也时常提起指点着遮个沙弥以及青年的比丘，所以大家对舍利弗拢非常的敬仰。那随着时间的逝去，咱知影，这个世上啊，总是有多种的情形的产生。有一天，舍利弗在这个机缘精舍内底，听完佛陀讲解真理真法了后啊，伊就向着佛陀来顶礼，甲佛陀讲：“慈悲的佛陀啊，我呢？”年纪也渐渐大了，那咱修行的佛学，入教时的正法，我想要呢，出外去甲伊弘扬，去甲伊传法，互大家知影这种修行的佛学。当然，佛陀对着舍利弗的信任以及看重，伊答应了舍利弗，讲好，你这种呢利人的心啊，非常的殊胜，愿呢以你现出时，这年济岁年纪，愿为众生来奔波，来广传正法，这种心态啊，是值得嘉许的。由此可见啊，修行者，尤其是咱出家众，供养佛学，宣扬正法，才是咱应尽的职责。就如六道内底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咱今仔日做出家人，无啥物金钱，那咱唯有将着修行的心得，以及着修行的方法、修行的法门，各地予咱大众知影，
互咱呢会当踏上真实修行的正确道路。毋知我呢会一直强调咱中国过去的历史，咱过去遮的祖师，因所修行的一种情形，讲互咱大家知。在佛教起源的时阵，也讲到佛陀以一生行持教化众生的情形。那今仔日，我搁倒转来探讨着咱所谓的根本佛教，就是印度佛教伊的由来甲起源，甲因印度的历史，要互大家更加清楚佛学是安怎兴旺起来，是安怎殊胜。那因缘是安怎伫现处时的印度的节目咯？即拢有种种的因缘产生。当然，一项一项讲落来，大家都会当真清楚。希望咱呢，会当用心啊去甲体会。体会佛学内底殊胜，每一个修行者，伊的行为、甲伊的作为、甲伊的心态，就比如舍利弗，如今的伊啊，年纪也将近80几岁啊。咱去甲想，如果是咱啊，若80几岁啊，甘阁有法度有即种殊胜的心态来行法，拢是希望得到安逸就好啊。这是普通咱的心境，但是身为修行者，身为佛的弟子，咱方法是加无，阁较安怎艰难啊？咱也是爱将着佛法传播互出去，互大家知晓，互大家知影。那呢，话讲倒转来，舍利弗向着佛陀，来诉出着伊的想法。佛陀当然对伊赞叹甲嘉许，所以也温存了舍利弗。先暂时离开僧团，向外出去弘扬佛学。那当然，舍利弗就向佛顶礼，暂时离开了僧舍。但是，当着舍利弗离开僧舍了后啊，有一名比丘啊，就是僧团内底比丘啊，真匆忙啊，走来佛的面头前，甲佛顶礼，然后呢，就来甲佛讲出了伊的代志。伊甲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来向你禀说、禀报。”那当然，佛陀是一个大觉者，是一个大神通者。伊看到这个比丘了后啊，已经动晓了这个比丘想要讲什么代志了。那这个比丘也唔知影，所以呢，伊就甲佛陀讲：“讲佛陀啊，佛陀，舍利弗啊。”伊为什么呢？讲伊要出去弘扬佛法，去传播正法。其实呢，伊要离开真正因由啊，毋是安尼。
是因为啊，伊侮辱了我，吼、哦，就是对伊呢，吼、哦，言语上啊，做了这种无好的侮辱，那呢？当佛陀听到完这个比丘讲完这些话了后，其实佛陀真动特啊！伊大觉者、大神通者，任何一种事理，哪有可能瞒过着佛陀的清净法眼？伊当然知影，这个比丘啊，是在诽谤着舍利弗。利用舍利弗吼离开正觉，要来诽谤着伊的名声。那佛陀呢？吼、哦，这个时阵就将着阿难叫了，因为阿难是佛陀的使者，所以呢，伊就叫阿难讲：“阿难呐、啊，你去召集现出时。”在咱众生中，所有的比丘众，全部来到讲堂内底，并且呢，吼、哦，派一名，吼、哦，比丘青年的比丘，去将着舍利弗甲对回倒转来。那呢，阿难呢，当然依教奉行啊，就去召集所有在众舍中的大众，并且呢，吼、哦，派着一名青年的比丘去将着舍利弗，甲伊呢，请回转来众舍。那这当中的众舍中的大众。拢感觉真惊异啊！为什么突然间，吼、哦、佛陀会来召集大众来讲堂？真也毋是佛陀吼、哦、要开解开示的时阵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那比这个少年的比丘。请倒转来静下的舍利弗，内心当然是更加的惊异。讲伊在单独啊，吼、哦，告别了佛，甲佛呢，讲伊要出外去宣扬殊胜的佛教正法。那为何佛陀阁会派人将伊请回呢？所以舍利弗就来到呢讲堂，那所有的比丘迄当阵也积聚在即个讲堂上，佛陀就上座去啊。上座了后，伊就叫着舍利弗来到伊的座前，伊佛陀真和软的开嘴。问到舍利弗，伊讲舍利弗啊，吼、哦，你离开众舍了后，无偌久，有一名比丘啊，来到我的面前，告诉你，讲你啊，侮辱伊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现今。你在旧时离开正舍，要去弘扬佛法，敢有这个代志？好，当然这是佛陀哦，在问舍利弗，希望伊会当吼完全的表白。那这当中呢，舍利弗呢，听到。佛陀安尼向伊问起，伊非常的恭敬，因为伊啊本身啊
学习好，修行好，德行好，对大众阁非常的平和，所以才受到大众的尊重。对佛陀呢，伊是更加无疑心，更加的恭敬，所以伊真恭敬，会来回答着佛陀讲，讲呢，我现今啊，已经80多岁，80多岁，到现今啊，自我出世，自我懂得代志，有记忆了后，在我的记忆中啊，我将来嘛毋捌沾杀过任何的性命，更加呢，毋捌讲过任何一句的妄语。咱知影口业真恐怖，这个比丘啊，就是为着要贬低着舍利弗，趁舍利弗无伫的时阵，出外要弘扬正法，来佛陀的面前，要来贬低舍利弗伊的人格。毋则讲咱修行啊，超越真正足重要，毋免四界听人讲了，佛法啊，拢伫咱的心中。是与非，是正法，也是非正法，咱拢有智慧通去分别。咱也毋免盲目的信仰。咱今仔日相信佛教，是明义知影佛陀伊是真实存在过的觉者。咱也认同佛学的经典啊，是非常的殊胜，修行的法门更加会予咱呢达到着殊胜的变化，得到终究的解脱。咱话甲讲倒转来，舍利弗正平和、正恭敬，得甲佛陀安尼讲，我从来毋捌讲过任何的妄语啊！除了啦，为着讲真理、宣扬正法，从来嘛毋捌为着个人的私利、个人的利益，或者是去害着任何一个人。足济人吼，讲到这点，咱着甚至爱足赞叹舍利弗。伊一世人到80几岁，看我有修行，伊个德行偌好，由此可见，毋捌为着自己任何一点个利益去伤害到别人。啊，咱是看真个世上，尤其是真啊。遇到这种自由国土的选举啊，人间啊互相诽谤，所做口业你甲看偌济多，所以咱讲会了袂尽啊。啊，咱是伫当人佛学，这种客外题目啊，也毋免去甲多谈。所做的业，家己拢一定会去承受着，所以舍利弗伊就甲佛陀安尼讲：我呢也将来毋捌甲任何一个人论长说短，就是讲将来毋捌讲过任何的是是非非啊，只有踏实落实认真行持戒定慧，精进自己，
教导末尽，这就是伊身为修行者应尽的职责啊。那呢，已经甲佛陀讲啊，讲我如今的心啊，就亲像呢，吼，劈波的海共款一样，是遐尼啊澄清。我呢，无可能去认轻视任何一个人，绝对无可能。伊搁甲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咱去甲做用一个比如，如今我这个比如来讲，就亲像我的心境啊，亦如大地共款。”因泥土，哦，咱知影，咱这个大地啊，会当讲上有忍耐性。哦，为什么讲大地上有忍耐性？就是故在咱人安怎糟蹋。你甲乌空起厝啊，乌空大做梦啊，吼，或者是将大地。四处的破坏，就亲像讲咱的破坏大地森林同款，造就真啊，咱真济后果啊！哦，咱家己去想，这大地因缘果报啊，大地是毋是真阴郁？但是天有天道啊，你一旦将大地破坏到某一个程度，伊自然就会反扑啊！这是天道的反扑，不是大地的反扑啊！哦，土石流，因为天落雨，哦，产生土石流，气候的变迁，你甲看咱今，哦，四季啊，哦，拢非常的混乱。想到以前做人的时代啊，四季真分明，春夏秋冬。二十四节气也拢非常清楚，那即马唔是哦，天灾地变一大堆，这就是咱啊，人对大地造成的破坏，受到天道对咱造成的天罚。所以凡事咱爱好好沉思啊，哦，舍利弗的甲佛陀安尼讲。大地，吼、哦，就是任人任为啊！你安怎做，大地拢未去甲拒绝啊！那伊搁甲佛讲，我今仔日的心啊，会当向佛陀表白，就是讲我就亲像大地一样，愿意受任何的侮辱，我拢会当忍辱落来。我拢愿意忍辱，哦。如果呢，吼、哦，今仔日我真正有作假，哦，侮辱着伊个代志，我愿意向伊忏悔，哦，向这个比丘忏悔，因为我的心就亲像吼，这种清净的流水同款。会当洗涤一切这过悔，吼、哦，我的心无真爱之念，所以一切唔好的物件，我拢会当洗甲清清气气。唔则讲舍利弗向佛陀这尼啊真心的表白，可见伊是我尼啊有德行。忍辱、涵养、学习的人，那今仔日因缘到了，下一次咱再将着舍利弗的一切世界圆满，祝大家一切平安，功德无量，福慧成就，阿弥陀佛。邀请你。
发心共同参与，弘法利生的善缘，种得善缘福报，护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账号：42032201，户名：黄英雄，联络电话：0979041510。